Hello， 手机电脑屏幕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少年叔，欢迎收看本期的《王者荣耀》视频实况。我是少年，这个时候，嘿，大哥你还跑？你还跑是不是啊？一个平 A 直接收割，哇，真的，我是万万没想到，刚才你残血，你居然不回家，你这么贪的吗？啊，为了咱们今天呢，这个啊带来的就是这个王者荣耀当中呢后台十分强硬的一个英雄。那很多人就问了，说少云呢，这为什么你说的这个后台十分强硬啊？首先呢，大家就说听妲己每次杀完人之后，他会说什么？他说，哎，你的主人制作你是不是有点偷工减料啊？我觉得他后台非常的强，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说在王者荣耀当中每个英雄的话，那基本上都是设计师做的哈。但是你说你这玩意儿，你这公然挑衅设计师，来携手一波控，再来一波大招，哎，咔咔直接甩到身上，嘚瑟，哎，甩完身我就撂了，兄弟。那这时候我可能说造成一定小事，说但没有关系。这时候咱们直接回一波血。那首先呢，在节目开始之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搞秀娱乐微主技术沙利威夫。那如果说你喜欢少云的视频，那也可以关注点。那咱们接下来就进行到咱们真正的比赛解说。首先一波控，再来一波大招。大哥你寻思啥呢？你平 A， 哎，哇，真的，我其实很搞明白这咒语在干什么。观众不着急，小鹿斑，哎，他晋级了，瞬间又给他把他血量打残了，一波大招瞬间收割。哇，其实我觉得这个小鹿斑可能心态他都有点炸，嗯。说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你玩猜猜，而是说你这个游戏本身自带的那个叫做什么智能输法是吧？就什么智能判断啊，就反正很嘚啊。这波先不急，咱们呢先不断的刷一下这小游戏，攒一波钱吧。OK， 这波可以看到又是咒语。他跟你说你这一波，然后的话，少爷后期呢也会把这些无聊的刷野或者说攒经济的小面段给他攒掉啊，就是给他剪掉。这时候先不着急，一波大招甩过去，哎，你看没？从我屁股里面射出来一堆蓝色的小能量，然后直接是让他蒙圈。你看着没？是不是偷工减料了耶？那可能是吧。那你说这玩意儿，小鲁班他毕竟是作为一个小木偶，你说这玩意儿他如此跟咱们这种生物去挑衅，属实是有点罪过啊，属实是有点罪过。这先不着急，先看一下。哎，中路的话，这个芈月好能挑衅啊！来，大哥，我让你走了吗？啊，让你走了吗，兄弟？直接瞬间起飞！哇，真的，这波跟小乔配合还算蛮不错的，因为这波小乔的话，直接是一波起飞，瞬间把他击飞之后呢，暂停了一下脚步，让少云的一技能成功的打到敌人身上，造成了一定的爆炸性输出。我现在的话，大哥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超级兵应该是给我，然后我就没想到。咱们这把圣杯出一下，圣杯出一的话，其实说妲己还算是说那种短 CD 然后使劲甩招的一个英雄啊，所以说哎，看一下，哇，这输出挺猛啊，兄弟，这波又是一个宫本，兄弟，我能让你跑了吗？兄弟，不可能，这波先手控制，来一波一技能扫出去，哎呀妈，大哥你还真能撩，但是不好意思，哎，等会儿不着急，咱们这波的话又是有这个加速，瞬间一波大招甩出去，哎，从我屁股里面咔窜出了一大堆这玩意儿，然后直接给他甩死了。这时候小鲁班在跟少云挑衅，先不着急，等一波，如果说他敢过来的话，少云就有机会给他秒掉啊。先不着急，哎，这时候敌方李元芳来了，大哥你说你没事你往中路跑啥跑啊？稳住官们，这波说实话很冒的，哎，小鲁班我还以为你都走了呢，先手控制一波大招甩出去，完美收割。但这时候少云其实说，哎，不着急，官们，这波宫本直接控到了谁？哎，你控谁？再一波一技能扫，哎，哇，真的，现在的话，少云伤害是越来越爆炸了。不着急，这波先手控，来一技能，哎，不对，哇，未选中，很难受，一技能甩出去，一波大招，完美，哇，真的，我觉得我现在这输出太爆炸了吧？一技能扫中，然后二技能控制晕住，等会儿官们不着急，等会儿大哥，哎，哇，他瞬移过去了。哎，一波大招再甩出去，哇，官们，真的，我觉得这打的好爽啊！哇，这输出太爆炸了吧！小鲁班干啥呢？小心，直接过去控制，然后一技能，哎，一波大招！大哥，你说你这一枪都没打到我身上，你难受不？哇，这波咱们就可以多清一下兵线什么的了，走，散团去，看一下啊，这波的话。咱们因为后期呢会把这些就是无聊攒经济，哎，又是周瑜，哎，哇，你还想直接给我推塔里，哇，这哥们智商可以，但是没有用啊，但是没有用，一波大招又是直接秒杀，可以看到这个芈月太嚣张了，一波大招再甩，哇，恐怖至极，真的，不着急，哎，又是周瑜，大哥，你说这周瑜，你说你这何苦呢你，来，
一技能扫，完了关门。哇，这爆炸伤害好高啊！这输出太高了吧 ？Double kill！ 哇，刚才塔姐好像说了一句玩坏了，来扫出去一波大招。哎，好奇怪呀，观众们！哎，你还没扫啊？还原地回城？你以为我死了是不？看一下这个明月太阳往哪跑啊？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哎，他推塔去了，大哥你没兵线呐？你以为你是 AD 英雄啊，兄弟？哇，谁能打得过妲己？那不好意思，只有宫本吧。我觉得宫本其实说，如果说大招切我身上，我基本就凉了。团战可以输，但是妲己他必须死。哎，不对，捕鱼器是个什么鬼？必须死，必须死，必须死。没听过？哇，这个破输入法我都疯了，真的。然后咱们这边看一下，哎，周瑜，哎，再扣，再大招，妈，这哥们有点难受了，这周瑜疯狂被我针对呀、啊。那必须的嘛，偷工减料有。哇，这炮可以，这波先稳住，他们两个估计会从上面来。哎，他们在刷这野怪，不好意思兄弟，来直接一技能瞬间扫两个人，在这时候直接一波大招扫出去，那你就连连皮。那这时候稍微残血，我看一下这个一星去抓那鲁班了哈，那稍微就不用担心了，一星伤害很高的。不着急，官们，这波的话看一下哈，这波感觉我们队友呢浪损两个，又是周瑜来，哎呀妈，这周瑜疯狂被我针对，哇，完了，这明月看有没有机会，漂亮，这孙悟空直接这给他敲死了，哎，赢了，他们投了呀，我们超级兵给推的。哇，能行吗？那本期节目就录到这里为止吧，感谢各位观众老们的收看，喜欢的话别忘了关注，订阅大家，拜拜，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期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必须死的妲己。